大家好，我是大喵。都说在上海生活成本很高，物价很贵，那我觉得最能体现一个城市真实物价水平的地方就是菜场了。今天带大家来逛逛上海市中心的菜场，看看这里的菜价贵不贵。今天来的这个菜场是我家周围蛮大的一个菜场，叫江阴街菜场，因为这条路叫江阴街嘛，东江阴街。对，然后这边的话其实马上就要拆了，但是这边的菜的种类品种还是蛮多的，然后肉啊鱼啊蛋啊都有，所以说经常来这边买。现在上海菜场的话，这种活鸡的已经很少有卖了，都是这种已经处理好的鸡。一个价目表准不准？青菜5块钱，鸡毛菜7块钱。你要买锦菜啊？锦菜哪个买？锦菜7块钱。翁菜几滴啦？翁菜8块钱。比你给。你到哪去？不要。7块钱一斤。那你接呢？不要。少一点。哦，6块钱，8两多，9两超这个。6块钱肯定多了。上次之前吃过这家人的咸菜，特别好吃。然后看一下今天有没有卖，好像没卖，卖光了。干啥买啊？搿些的，侬还买不啦？枸杞藤，几滴啊？几滴来着？哎，搿些的几滴钱？不知道，不知道6块。6块，搿野生是不？侬要吃菜的吗？不是，我想一个介细啊，就是它很短呢。哎，丝瓜拿了吗？丝瓜。都是6块钱一斤。这菜场还有现包的小龙，你要吃这块不啦？哎，小豌豆有吧？6块。我吃小豌豆，那咱买一盒吧。来一盒小豌豆。哎，小馄饨。叶子6块，大家挺便宜的啊。那大豌豆要吃不啦？买来试试看吧。嗯。那再拿个大豌豆好了，6块加。15加6，21。哦，这萝卜几钿钱？萝卜几钿钱？那个萝卜1.5块。啊，萝卜便宜的。1.5块一斤啊？这么便宜？这啥黑毛猪啊？这个跟黄毛似的。这贵呀、我给你1块钱。那俺们今天有了，你要有了。那买、啊？好，没事再买。啊，没事。我现在菜买好了，去看看其他东西。搿几个货几钿钱啊？勿灵啊，小眼有勿啦？现在上海菜场有很多特别硬的货，甲鱼、象鼻棒、温哥华蟹，这个是雪蟹吗？这是东星斑，这个是雪蟹是吧？不是。不知道，这是河马里面叫雪蟹，哦，它实际名字叫长脚蟹。长脚蟹，哦，雪蟹是很白很白的，这个那个很贵的。这个是长脚蟹，哦，这个是东星斑吧？对。哎呦，现在怎么菜场都卖那么好的东西？对，我放在里面用的。哦。顺便嘛，带着卖的。带着卖，哦。小青龙、菠萝都有的。哦。今天卖光了。小青龙也有的。卖光了今天。没了。小青龙多少钱？小青龙。7元左右的，嗯，100块一个，100块一个，那还可以啊、哦。价钱卖的不贵啊，卖的贵。下次来买。嗯，行。我来了，跟什么？大头虾呀，几钿斤了？跟我的吧。跟我活不活呀？活的呀，有一个是赔你100元。干嘛呀？63。我很喜欢吃这个罗氏沼泽虾。哎，它这个蟹钳是蓝色的。天然的，就是这样，天然的。蓝的啊。几滴啊？50块钱，7两3钱，7两多点，50块钱买点虾，365块。大家认识这个东西吗？风干带鱼要不来？我不想吃带鱼。嗯，看看，这些还卖海鱼，这些商户。
龙头烤看上去好像不是老新鲜。嗯，不灵。不灵啊。不灵。还有得啥么子要买？贝壳类。啊。买个啥？十八。十块。十块。这海蛎子几钱啊？一百七，还不是贵啊！一百七十，一百七十，三十三，三十三，啊，跟妈妈一样，妈耶！中午是晚上吃，啊，中午呢？中午在这里，晚上在这里。那拿一点吧，这里不要养，没啥了，回家就好吃了。哎，太好了，几的呀？26块多，26。这里买的吃腰干，老好的。这菜场里面真的东西很多，然后还有卖水果的。可可椒。哎，已经买了便宜点了。14块买不啦？好买了零头么子？没呀，赚不到钞票十四块好买了。搿只好吧？现在爸爸干哪能介绝啊？买两只吃吃么好了？补充点维生素哦。嗯，能吃。现在没得贵哦。现在钞票不得钞票，年块，14块。好，25块钱。现在在上海的话，可以吃到的水果品种也挺多的。嗯，我看一下，一榴莲啊，有个呢。榴莲几多钱？榴莲。38，枇杷也有。枇杷好吃嘞。嗯。背包几多钱？背包是。30块，这个芒果真的超级大，你看一下啊，是我的手，这是芒果，水仙芒，这个叫。我们已经满载而归，你看看看，买好了。我们今天买了差不多100多块钱的菜，可以吃个两顿，可以吃吧？两天可以吃两天，所以现在上海其实菜的价格还是可以的，就是主要是去外面吃饭。这种外卖老塞比较贵，自己烧烧还是很实惠的。大家现在看到这里的话，觉得上海的菜价到底如何，是贵呢还是便宜呢？评论区告诉我哦。今天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再见，拜拜。